Люблю. Но я не люблю слишком острые. Острые 第几个? 第四个谁要求的? 刘碧琪啊。 slishkam是啥东西? 是副词啊。过于什么什么的? 它是副词,修饰形容词的。 它有没有变化呀? 没有, 它跟那格也没关系, 没有啥关系。 Ostrae为什么是中性呀? 注意,亲爱的们, 那秀为啥是中性啊? 注意啊, 什么东西只要是非人的, 就可以用什么来泛指啊? 中性, 比如新事物叫novaye。 novaye。 有意思的事就interesnaye。 让人不懂的是,你把你的那也 明白吗? Ostra ye 不是翻译成辣菜,是辣的东西我不喜欢 听懂了吗? 辣的东西我不喜欢,中性的啊 中性的 所有表非人的事物都可以用形容词中性来代替 比如说惊人的事物是 нечто удивительное,某种惊人的东西啊 让人惊讶的事情 注意,事情用什么? 中性 那现在你说 我喜欢中餐,但我不喜欢太甜的,我不喜欢太酸的,怎么说? Я люблю китайскую кухню, но не люблю слишком сладкое. Не люблю слишком кислое. 不是кислое,是кислое. 看一看啊, 学了之后又往回返啊, кислое, кислое. 不喜欢太什么什么, слишком 老师已经说了, 在俄语当中只要说слишком,就是好的评价还不好了。 就是不好的了 slishkam 说人长得漂亮说 slishkam krasivaya 就不再是夸人了知道吗说 anna krasivaya 说 anna slishkam krasivaya 就已经变味了啥叫太漂亮了过于漂亮了是不是对 akak eti blyuda akak eti blyuda 那这些菜怎么样 gak 加上第一格 咱们学过什么来着 gak jila Как здоровье, как дети, как родители, как работа, 是不是? 都可以, как учеба. Это мои любимые блюда. 这是我钟爱的,喜爱的菜啊. Любимый. 钟爱的,喜爱的. 那是,这是我心爱的植物,怎么说? Это моя любимая вещь, 是吧? Это моя любимая ручка,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支笔. Это моя любимая девушка, 这是我心爱的姑娘, 是吧? Это мой любимый парень. Это моя любимая место, 这个地方是我非常喜欢的啊, 一般找一个人待着的时候都喜欢在这儿待着, 是不是? Это моя любимая место, 这是我喜欢的一个单词, Это моя любимая слово, 的。 这是我喜欢的一个词,是吧?喜欢的一个词,喜欢的地点, мой любимый фильм, как заголяли стали, 比如说, Москва слезам не верит,吧? 说我喜欢的电影, Москва 不相信, 眼泪, моя любимая книга, мой любимый роман, 回去多练练就 любимый这个词,啊, любимый这个词, 比如说, у вас есть любимый вид спорта? 啊, 你们有没有喜欢的体育运动啊? 你可以什么呀? Я люблю играть в футбол, 是吧? 我喜欢踢足球, 是不是? 所以любимый这个词,哪个词来的明显是? 柳碧琪来的。柳碧琪来的。 так, читайте далее. Ольга Петровна. Ольга Петровна. Вы раньше смотрели пекинскую оперу? 看一下北京剧怎么说? 北京ская опера. 前几次应该用什么呀? 毛瓦茨很好啊 раньше 要用过去时这看到了你看过京剧吗 смотрели 用过去时 смотрели 那你看过电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吗 是 вы раньше смотрели фильм 的 как заголяли стали 那你过去读过什么什么书吗 可以怎么说呀 вы раньше читали этот роман 这个小说你读过吗 是吧 повесть 咱们也读了吧 也学了吧 中篇小说啊 短篇叫什么? 叫 rascas 叫故事啊 听懂了? 你曾经做过某事吗? 用的什么体什么时啊? 未完成体 过去时 完成体过去时 Ольга Петровна 这个你们认识很清楚了 为什么老师让你叫我名家复称? 这就相当于像黄老师张老师这样的称呼啊相当于汉语是这样的一种称呼俄语就是名家上
富城，咱们有没有叫 Olga 的？是不是黄诗雨啊？大名叫 Olga， 小名叫 Olya。以后你们可以管叫 Olga Petrovna， 一季季修的。看一看，如果用 Olya， 你就得用一季修的，用你是吧？古大德一句是。如果你用 Olga Petrovna， 你还能用古大德一句什么？应该就是古大维一句姐，能听懂吧？就是俄语这个分得很清。每次这个格林的比多夫呢，咱们外教都说：“玛莎，你要决定再对我以您相称，我也要管你叫您了。”明白啥意思吗？中国人有没有太没明显的这种啊？我会不自觉的就对他，因为是同事嘛。有的时候你，有的时候您就比较混乱这种。他的意思是：“玛莎，达外金那对，那加四格加对，达外金那对，这对是双引号，所以它不变格。说咱们就以你相称呗，显得什么？”关系更亲密一些是吧，关系更亲密一些。跟我提了好几次了，说如果你决定要用您对我，那我也用对你用您了，是不是这样的？对，所以俄语这是很清楚的。见了 Olga Petrovna 了，你就得用什么数啊？用复数表示什么呀？尊称。 Smatrela 看过呀， Nuigak Nuigak 问啥的？印象如何呀，是吧？印象如何呀？所以不一定非得说见着印象如何就去想了，是印象怎么说，完全可以避开这些词啊。奴伊嘎克，奴伊，大家说老师已经讲过什么词？语气词，有没有具体的意义？没有，你完全把奴伊去掉就是嘎克，是吧？嘎克怎么样？是吧？インテレスナ、ノプホバニマヨ、プホバニマヨ什么意思啊？看不太懂，不太明白，那是外国人看不明白吗？啊，yes， 多尼布伊兹瓦斯六比比金斯克欧比鲁斯鲁设计啊，你们当中有没有愿意听京剧的 ？Maxim， 听过几次？值得骄傲的事情，值得骄傲的事情啊，国粹啊！有一天你们到国外去，人问你 ，pra比金斯克欧比鲁啊 ，we have changed unis 哪一件？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什么都不懂，是很可耻的，你知道吗？明白老师的意思？现在我们出去，中国人让给俄罗斯、给外国人的联想是什么？你能给外国人的联想什么？乒乓球，是吧？肯定不是足球，肯定不是足球。到韩国可能一提中国人能想起足球了，乒乓球是吧？什么跳水了？什么什么？最主要的就是什么武术？见中国人，有俄罗斯人见中国人就提武术的啊，武术是那一届，知不知武术？少林寺，哎呀妈，有人说少林寺把我累死。听说了我50遍，我也没听出来是少林寺。后来我都走了，我想起来啊，他说的是少林寺，根本就听不出来那个音儿是什么。完了，我说尼斯奈哟，他说尼斯奈，姐说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少林寺呢？另外就是京剧啊，就是京剧 ，Бегинская опера。你一说说，我比你知道还少呢，你咋好意思说呢？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东西，做外事工作的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工作的需要。另外一个你也想一想。中国人几百年以来啊，几百年以来如此珍视的东西，它肯定是有价值的。那我们接触一些难道不必要吗？是吧？一个民族自己啊，你自己什么东西值钱自己都不去珍惜，你们现在所学的什么英语啊，又拿出学英语那功夫学京剧早都学会了，是不是？你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我们学英语的确是为了沟通，更多的时候是宣扬了外族的文化，其实是。你们想一想是不是？学一门外语，像俄语，我们是专业啊。你现在英语，实在的话讲，它是什么呀？是一种侵略。这是对文化侵略是毋庸置疑的，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它的这个国家的强大，它怎么来渗透你的思想？怎么把它的生活方式来传递给你？靠什么呀 ？Chili is store，Chili is music， 靠什么呀？靠语言。Chili is 你们已经学过了是吧？切里斯老师已经说他有一个经过什么的戒指的这样的意思啊，通过啥呀？你在学语言的时候，你会现在有多少人说 no， 拜拜 ，yes， yeah 这样的词？你们想一想，包括欧美人的生活方式，在无形的传递给你们啊。那你们的责任是什么呀？将来有一天，难道去替别人传递文化吗？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关键我不知道啊，是吧？所以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将来你面对的就是这种，你如果是搞其他行业的，都跟自己的国人打交道，那还好一些。你们将来跟谁工作呀？都跟外国人呢在一起，是吧？跟俄罗斯人在一起。一提说，因为俄罗斯人说我们有 ballet， 我们有 ballet， 我们有芭蕾。你说我们有京剧，
看过吗？一次 ，never。尼拉祖，你斯马提列，我连经纪人看都没看过一次。你咋跟人聊啊？往下，人家一提芭蕾舞啊，这那讲老多，那种爱，那种喜欢，溢于言表。我们靠什么？你们中国的什么东西能那么讲半天的？啊，阿基代耶，什么维贝拉斯盖在里？你能讲些啥？是吧？所以说我们的任务还很重啊！将来有没有一天作为两个文化的使者，你不能是什么呀？不能是对自己的文化一无所知，怎么好意思提起啊？所以说 Maxim 还在那停了下，我也就听过几次，其实我也没听过京剧。为什么不应该了解一些啊？要了解的，要了解的。将来你们的话题不一定是什么，你也不一定给谁当翻译，是吧？你不知道你给当翻译的领导对啥有兴趣，是吧？现在普京对啥有兴趣？普京对啥有兴趣？普京刻薄出身啊，刻薄出身，所有的事情，什么开飞机呀、开坦克呀，啥都会。跆拳道，他来了，他对什么感兴趣？他为什么上少林寺去啊？他本身就是行武出身，是吧？你现在明德就是干啥的？知道？明德就是法律老师，教法律的。所以将来这些领导都不一定是干什么的。那你自己的知识贫乏到了一种连那个基本的知识都没有的时候，你怎么跟人聊？甚至连翻译都没法翻，你都不懂中话都不懂的东西，能翻译出来吗？俄语吗？是不是这样的？这个大家注意，完善一下自己的什么呀？知识结构，尤其作为一个外事工作者，你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听懂了？但是，不过把你妈有弄不懂。你去过？你去过？咱们原来也学过，什么意思啊？没关系的，没事的，是吧？你去过？希望你也不读 Billy Vajit。今天我给你翻啊 ，Billy Vajit。回去把这个词的变位弄清楚啊。第几变位法呀？第二变位法，一气结尾的，它还有第一人称的音变啊，就 Billy Va Ru。Billy Va Ru， Billy Vajit 是重音前移的啊。翻译 ，Billy Vajit。去代替代是汪令。Вы слушали прогноз погоды? Да, слушала. Какая погода будет завтра? Завтра будет тепло, но будет небольшой дождь. 这一段有没有问题？除了一个生词，天气预报叫 прогноз погоды， 在这里是第几格啊？第四格谁要求的？ Слушать 要求的。大家看一下 ，погода 变成了什么呀 ？погода 是第二格啊，这个第二格它是谁要求？是 slušati 要求的吗？跟 slušati 没有关系，跟 prognoz 有关系。两个名词放一块儿的话，如果是所属关系的话，俄语就用二格，明白吗？所以说你呢，你可以把它当一个词组记，知道它是二格的形式。天气预报就叫 prognoz， погода， погода 的变格跟动词有没有关系啊？注意啊，俄语呢？格只变一次，通常来讲啊，名词格只变一次，什么意思？你要再有别的再来要求的变格，它还变不变了？不变了。比如说我哥哥，比如说黄老师的哥哥，那黄老师的黄老师得变第二格，在俄语当中所属结构用二格啊。那这个哥哥呀，可以说我喜欢、我尊重、我烦他、我关心他。那这个时候哥哥的变格是有不同的，能清楚吗？比如说我关心哥哥是 я забочусь。在波吉三咱们也学了是吧？阿加第六个，阿布拉杰，阿布拉杰。那黄老师的哥哥，玛丽·弗拉基米拉文内，你看阿改的 A 嘛是吧？弗拉基米拉，这是第六个。那我尊重亚乌瓦扎尤布拉达，后面那个黄老师的还改不改了？不论第几格，黄老师的哥哥永远都是第二个。黄老师。明白老师的意思吗？他已经变完第二格了，在没有用到句子当中的时候，黄老师的哥哥就是啥呀？叫 brat Marii Vladimirovna， 听懂了吗？这个词组在这儿，那 brat 呢是第一格是吧？在词组的时候，它可以根据句子的需要来变化，但后面那个还变不变了？永远都不变了。明白老师的意思？就俄语不能说你见着啥词儿都已经变好格了，完了你再去给它变一个别的格，那没有。听懂了？需要变的是第几格的东西？第一格的东西。明白老师的意思，如果人家词组来了，那词组里面的词已经有一部分都变好了，那你这词组只能把那第一格的变，其他格的还得用就变了，那不许变了，那么变来变去啥时候是头啊？听清楚老师的意思没？有没有不懂的？没有不懂的。比如说，
Жена брата. Брат 什么意思？是兄弟是吧？哥哥的妻子。你说这个词组，比如说我关心我哥的妻子和我爱我哥的妻子，那变的都是什么呀？都是人呐、啊，这 brada 永远都是跟着走。我关心是阿加第几格？第六格，这个动动，跟着走就行了。那我要我喜欢他的妻子，呀六不六，人诺 brada， 这 brada 总能跟你。这个如果要是变其他的格的话，他还是，对，就已经变完了。你词组单拿出来都已经变完了，你再不再给我变了，不能再变了啊！听明白了？需要变的是这个第一格的东西。是吧？根据它在句子当中的成分，根据动词的要求呢，它该变什么变什么。如果是主语呢，就这么放着。比如说，哥哥的妻子也工作，就是 жена брата тоже работает на фабрике， 也在那工作。这时候它是第一个，但那 брата 呢，永远都是跟在后面，是吧？就是在词组当中已经变好格的东西呢，你就不能再变了，不能再变了。这个试着理解啊。这里老师讲的 prognoz погоды。你比如说，我关心天气预报 ，я забочусь о прогнозе погоды，还是拿下来的是吧？还是跟着来的。王，你们说是王林还是王玲啊？注意啊，是王玲。如果是万林，比如说这样的啊，后面都得加软音符号。俄语的安音，就汉语的安音，如果翻译成俄语，一定要以软音符号结尾，安恩音。那要是昂恩英呢，就直接是辅音就行了，明白了吗？所以是，这是王，如果是王林呢，就是后面加个软音符号是吧？如果是万呢，也要加软音符号，听懂了？这都是一些基本的翻译素质啊，翻译素质。那实际上碰到就是，那咋翻都有了。这段没有问题了吧 ？Значит, надо взять с собой зонтик。Обязательно, обязательно 咱们学过吧？一定的副词啊 ，значит 是推测的意思啊 ，значит 插入语，那加逗号是吧 ？значит 推测，意思是 надо взять с собой зонтик， 应当随身带一把伞，什么意思？比如说你连看都不看我，那意思是你不想听我说话呗？这中间意思是就是说就是啥 ，значит，значит， 明天我不去，你不来，意思你烦我呗？这意思就是 значит， 是吧？说每个老师的工作年限都是一年，那就是说明年咱们就换老师了呗？中间都用什么呀 ？значит， 你比如说你现在在上学呀，那你是学生呗？怎么说 ？Ты учишься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значит。对 ，student， 是不是？这 значит 前后都得用什么呀？逗号隔开，清楚了。А теперь, пожалуйста, мне на такой вопрос, ребята, 回答老师这样一个问题：кто хорошо говорит по-русски？ Молодец, молодец, Саша. Подума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то хорошо говорит по-русски в вашей группе? В вашей группе? 什么意思，Юля？Перевед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то хорошо говорит по-русски в вашей группе? Не понимаешь, что говорит, что хорошо, что ба? Не понимаешь, что говорит, что хорошо. 那么用完全句回答，你可以把我们班的名字都说一遍。比如说 ，Оля хорошо говорит по-русски в нашей группе. В нашей группе. 听懂了？说任何一个人人名都可以啊，不能重复，不能重复。Пожалуйста. Пожалуйста, вас слушаю. 我在听。那个还说刚刚那个。Нашей группе. Молодец, Вася, 很好啊，很好。就后面呢有单词不太熟啊，前面没有问题。так дальше. Максим хорошо говорит по-русски в нашей группе. Молодец, дальше. Вера хорошо говорит по-русски в вашей группе. В нашей группе.老师提两个建议：第一，日音要回去尽量放松放短啊，尽量放松放短放轻，放轻日音。另外加音啊 говорит。那如果是谢谓语应该是啥呀？
говорят. Все говорят. Шипша. Говорят. Но только они будут меняться, все не будут меняться. Шипа. Так, пожалуйста, Хэмюла. Катя хорошо говорит по-русски в нашей группе. Угу. Соня хорошо говорит по-русски в нашей группе. 重说，有这时间都重说一遍了，看我干嘛？索尼亚哈拉是嘎巴利特。加音，为什么墨迹这样说？能不加音吗？索尼亚哈拉是嘎巴利特巴鲁斯基维亚维亚。Группе。前面都说的很好，这个单词怎么说不上来的？但是。Молодец， 但是。В нашей, нашей, нашей,不是了是呢，对，в нашей группе, в нашей группе, в нашей группе. Так, давайте продолжим. 没有人说咱们叫什么呀？继续。第四个，那четвёртом мы остановились, да? 是不是讲到第四个了？第四个王玲是不是？王玲，万林呢？应该是都加软音符号。老师说了，昂英在俄语当中直接就辅音结尾就可以了，是吧 ？n 结尾，然后呢，安恩音呢后面要带软音符号，安音要带软音符号啊。Dag， 你听过吗？因为完成你过去是 slushage。我们还学了一个词，在第二变位法的时候学了一个 slushage， 是吧？Слышать， 老师说 слышать, слушать, смотреть, видеть， 这种对立啊，一个是表示过程的，一个是表示什么呀？结果的。但是这种解释也不是完全的对啊，大家更多的应该记它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比如说听音乐 ，слушать музыку， 说你听到了吗？旁边在放音乐，那就你听到了吗？应该用什么？用 слышать， 得 слышать 了。比如说见闻，所见所闻，你们说应该用。哪两个词啊？这个见和闻，应该是 видеть слышать， 而不是 смотреть 和 слушать。听懂了吗？比如说这人听力不好，视力不好，用哪个词啊？你们说他看不清、听不清，岁数大了，用什么呀？注意啊 ，слышать 和 видеть 表示人的能力。比如说я плохо вижу в темноте， 天黑我就看不清楚。清楚根本不用说出来啊 ，я плохо 就不好这词就行啊 ，плохо вижу，я плохо вижу темноте，темноте，я плохо вижу，я плохо вижу。说老师让你回答这个问题，像咱们外教大家的人呢，都是总是这样说。你以为我不戴眼镜能看到你拿的这是多少钱吗？经常这样问啊。Без очков не вижу не вижу 什么意思？没有眼镜我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看不到。听力用 слышать， 注意积累这些词的用法。比如说，你听天气预报了吗？你现在不用区分 слушать слышать 有啥区别，你就记这个词组。听天气预报叫 слушать прогноз погоды。我关心天气预报怎么说 ？Я забочусь。прогнозе погоды。老师说这个变过的第二格 погоды 还在不在变了？不再变了，不论前面的 prognose 变几格，它都不再改变了啊。Так, слушай了，是让我听过了。Какая погода будет завтра？ 明天天气会怎样？昨天天气怎么样？给老师翻译一下这句话。Какая погода была вчера？ Ваня， 昨天怎么说？ Вчера， 这回记住了，不是 вечер 啊。Вчера， вчера， вчера， вчера。Завтра будет тепло. Завтра будет тепло. 明天会很冷，怎么说 ？Завтра будет холодно. Завтра будет тепло 啥意思啊？明天很暖和。тепло 这个词在俄语当中有意思，汉语很多时候翻译成明天比今天热，有没有这样的话？要是大冬天的时候是暖和，你要是说秋天、夏天，或者说明天温度高。明天温度高，是不是说明天比今天热？但注意这个热啊，在俄语当中翻译过来，真正的炎热叫 жарко，
真正的炎热叫 жарко。通常的这个热，我们所说的就是用哪个词啊？用 тепло。听懂了吗？就是它这概念不吻合。真正汉语那个热，它有对比的概念，就是明天10度，今天9度，明天比今天热。但是10度在俄语当中，它不叫 жарко， 它就叫什么呀 ？тепло。听懂了？就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 тепло 用的比 жарко 要多。一说 жарко 就叫炎热。热是什么呀？那种炙烤的那种热叫热。热只有在炎夏的时候，那种就是夏天的那种热才叫什么呀？热。平常中国话一整说今天比明天热，哎，今天比明天热还比昨天冷啊，是不是？经常会这样说的。当然了，这北方方言最起码是这样说，我不知道南方怎么样。还是南方也说明天会比今天温暖。不好讲，大家各地表达方式不一样啊。但记得呢，就是说汉语的一个热字在俄语当中不一定非得翻成 жарко， 其实在很多情况下都翻成热啊。ну будет небольшой дождь， 明天会有小雨。那你们解释一下明天会有小雪怎么说呀？ будет небольшой снег， 这里大家看一下，汉语都加上下雨下雪加上动词了，俄语用不用有呀？没有啊。要昨天下过雪可以有两种说法，一种是 вчера был снег， 或者是 вчера шел снег， вчера шел снег 都可以啊，都可以。дальше значит 这个词要学会造句啊。老师说它是什么语啊？插入语。插入语除了 значит 你还学过什么呀？ наверное наверное。大家记住，它不占句子成分，你把它去掉了，你这句话应该是完整的，这个是要记清楚的。前后都要用逗号隔开，如果在句首呢，前面没有了就不用逗号了。如果在句子中间，前后一定要逗号隔开。比如说 я наверное заболела， 什么意思？我大概是病了吧，我大概是病了吧。那把 наверное 去掉就是一句什么话？ я заболела， 是不是？我病了，我病了。 наверное 只是说加上了人的这种观点啊，就是我大概是病了，那实质上也可能没病，是吧？实质上可能是病了，也可能没病，就这样的一种状态。比如说 значит， 老师昨天讲了什么意思？推测。你这么说话，说明你一点不喜欢我，是吧？这个 значит 的推测与事实是否相符啊？不一定，是吧？那都是你的主观臆断，是吧？你的一种推测。那十个人可能有10个 значит， 一个行为可能 значит 10种内容。是不是？而且插入语大家看一下它有没有变化呀，它就固定用这种形式，就固定用这种形式。下面 надо взять с собой зонтик， 你们能看懂啥这句话？ взять 注意啊，是完成体，它的未完成体叫 брать。 大家看一下，你们还知不知道其他的对应的体的对偶，就是一对的，两个词都是一个意思的。比如说 бисать 完成体叫 на бисать，接了起的完成体叫 z 接了起，加个 s 啊。但这两个有啥不一样的？大家看一下，这一对儿它长得非常之不像，是不是？非常之不像。这种的在俄语当中是非常少见的一种现象。通常呢，完成体、未完成体是什么词啊？是同根词。这种叫异根词，在俄语当中是非常少，总共也没有3个4个的。听懂了？就是完成体、未完成体是一个词，但是它长得非常的不像。这个词要重点记啊，将来考你们，比如说完成体、未完成体对应的时候，考它的变位的时候，因为 брать 的变位是啥？ беру берешь берут， 变位也特殊，这个词变位更特殊，所以它呢从对偶上，从自身的变化上都特殊，用的还非常多，明白吗？用的还非常多。你们学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取拿，取拿买，其实比这个多多了意思。对，那你说你去年老师新年会晚会的时候，老师们唱歌唱了一首歌叫一个俄语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这样的，说一个女孩说，亲爱的，你把我娶回家吧，在那遥远的地方，是吧？那个啥，我当你妻子吧，听过这个歌是吧？去年我们八个老师唱的啊，四男四女唱的这个歌，中间的第一个词就是 возьми меня с собой， 用的这个词，用的命令是起始形式。возьми меня с собой， 你们想啥意思？那是你拿我回家吧，其实就是带我走吧。所以它有很多意思，领着、带着、拿着、买着，所以很多的意思。这个单词要记住，变位特殊，对偶特殊，用法丰富。注意这个，它是什么词啊？及物动词，记住啊，及物动词。
及物动词在这句话里你是怎么体现的？大家看一下，找没找到它的第四个补语？说是及物动词，你得找第四个补语啊，是不是 ？Zonjik，Zonjik。那 Subway 是啥意思 ？Subway， 记住，你把它现在当成一个固定词组用。固定词组用啊 ，Subway， 这个是俄语的反身代词啊，反身代词 ，self 就相当于英语的 self， 明白吗？但是它有变格，有变化啊。这前置词"思"加第几格？加第五格 ，subway， 跟自身在一起就是随身带着的意思啊，随身带着，再加上动词，再加上动词 ，взять subway зонтик，зонтик 这个词大家看一下 ，зонтик， 其实俄语的雨伞叫 зонт， 俄语的雨伞这个词叫 зонт，зонтик 是啥东西啊？小雨伞。知晓表爱形式，英语有没有知晓表爱形式？什么叫知晓？什么叫表爱？表爱就是亲爱的、可爱的什么什么。知晓呢，就要用一个后缀。你们现在所有的人的名字，所有人的名字，一大半人的名字都是什么形式啊？知晓表爱形式，明白吗？你比如说玛丽亚·弗拉基米洛夫娜是你们称呼我的，但是我的所有的同事、我的同学都叫我什么呀 ？Masha 或者 Mashinka。明白吗？这表达的感情是不一样的，你们是出于尊重加名加副称，这是俄语非常丰富的一种表达方式，通常表现在名词和形容词当中。所以俄罗斯人说话肉麻，可以不换词儿，直接换啥呀？换词尾，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全换成知晓表爱形式，对你的称呼，所有的形容词加上肉麻的语气。但中国人听不出来肉麻，因为不习惯。记住俄语有这样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有人管你，比如拿大闪，如果是那大神跟密令给的妈呀，你得考虑这个人对你的感情是什么样的感情，明白吗？那大神就是已经是挺爱的了，那大神个密令给呀，比如说密来呀是亲爱的，是密令给呀的妈呀，再加上语气，就说明这个人对你的爱已经很深厚，对你的爱已经很深厚，明白吗？或者是长者。如果是男生的，那就是另外一种一码事儿了。所以男生你要对女生称呼时也慎重一点啊。如果没这种情绪，不要用这样的词汇啊，不要用这样的词汇，明白吗？你比如说昨天咱们的外教，她丈夫西六是西六给，他管我们的格林的比多姆呢叫啥 ？Галочка。我们平常就管他叫 Галя， 已经是挺亲的，挺那啥。人家丈夫对他的叫法叫 Галочка。明白老师的意思，俄语它就有这样的表达方式，但这是不是见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就要翻译成小什么什么，可爱的小什么什么？中国话没有这样的对应，你只能是勉强的，比如说六吧，六吧翻译成俄语，翻译成汉语很难听，六吧。但你说，但是六吧在俄语当中已经是什么形式了？已经是知晓表爱形式，已经是一种爱称了。他的大名叫刘波西，刘波福。所以说现在你俄语翻译成汉语，当汉语没有对应物的时候，你能不能很好的翻译过来啊？这样的话你在以后的言语当中应该体现出来这种称呼，在其他的这个遣词造句当中能体现出这种味道来，明白吗？你比如前面你用溜巴了，你后面人称最起码用你还是您呢？对呀，应该用你了。你要是玛丽亚·弗拉基米洛夫娜，后面应该用什么呀？用您是吧？这是俄语的一种现象，它通过什么来表达这样的情感呢？词尾。词尾啊，比如说 ik， 就是 ik， zonjik， 汉语翻译过来还是拿把伞吧，是吧？拿把伞吧。但是你要知道 zonjik 这种构词方式，它是知晓表爱的一种形式。知晓表爱什么时候用？生活当中常用。你们想想，咱们总统会晤的时候，能不能用过多的用知晓表爱形式？亲爱的瓦罗杰沃瓦，过来一下，咱现在谈的咱石油输出的问题呗，是吧？你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知晓表爱形式更多的或者是绝对的用于什么呀？口语，用于口语，是不是这样的？或者是你写信的时候给你心爱的人写信也可以啊。一般都是大对小，比如说老人拿对一个小孩，你满地跑的小娃娃，你说你忍心用那么老大的词吗？你都得用后面都是可爱的、胖乎乎的什么这样的，是不是？毛茸茸的，全是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啊。nada 这个词要记住啊。那他现在就是这句话海洋老师抓狂在哪儿呢？就他的语法点知识点特别多。注意 nada 这个词啊，是个副词，是个副词。注意啊，在俄语当中叫做谓语副词。
谓语副词什么意思？它做谓语 not， 通常它都可以加动词不定式。前面能不能有第一格主语啊？不能，它前面如果有人，谁应该做什么，要用第三格。第三格到目前为止咱们接触过一个，哪个是第三格的？母聂在什么时候见过了？有吗？学了吗？大姨母聂。其实有一个巴达罗给达莫埃亚阿维什纳扎哈入 в продуктовый магазин， 那个巴达罗给达罗给是第几个？第三个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老师你们记一下就行了，就是说你先记一下，以后我们会学的。那的本身叫谓语副词，后面如果有动词加什么呀？加不定式。那不定式现在我们那天讲了几种情况加不定式的？三个动词要求不定式的，哈杰奇、摩奇、刘比奇，是不是？萨比拉斯，这几个词加动词不定式。那么现在你要记住，有一个副词它要求什么呀？动词不定式 ，not， 应该必须的意思啊，应该必须的意思。如果前面有人，谁应该必须要用几个？三个。后面动词要用不定式。如果后面是直接的名词，我需要你。那的除了应该必须还有需要的意思，那你们说后面应该加什么呀？注意加四个啊，加四个，这个都大致记一下，可以不会啊。那现在能分析清楚了 значит 是插入语，一种推测，表示后面这一段话说的是一种推测，从前面推导出来的。那的是应该 значит 谁要求的？那的要求的动词不定式是吧？ subway 呢跟 значит 在一起是固定词组，随身带的意思。 Zonjik 第四格谁要求的？ Vzach 要求的，听明白了？所以这句话应该是先有了 Vzach Saboy， 然后 Vzach Saboy Zonjik， 然后是 Nada Vzach Saboy Zonjik， 是不是？最后再加上一个扩展的成分 Znachit， 是不是这样来的？这个能力大家要有，就是说你一句话 你可以不会变一个格，但是你现在的一个俄语的这种造句啊，你应该知道这句话它是怎么来的，每一个成分为什么以这样的一个身份在这儿放着，听懂了？能分析，就这种叫自测的能力啊。我说你将来写作文，包括写听写，不管你听到了什么，那你说那东西必须得符合俄语的习惯呢，不能说哎老师我听的地方就是耶呀，你听着耶有用吗？它地方缺主语，你必须得是阿原型 stalits， 明白老师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听写和作文，你到最后都要有一个自己重新整理语言的过程，明白老师？你说老师我听的是这个音儿，你听是那个音儿没有用，你先把意思听懂了，你要重新组织语言，明白？那词末尾你得自己，谁能把每一个词尾都听得那么清楚？你像俄语像老师说的这么快，你怎么去把最后一个都听得清清楚楚？词尾你只能是 vgrubin， 那前面只能是什么？那谁？不可能是那谁，是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推导的过程啊，绝对不是说我们听十个单词十个单词词尾我都听清楚了，那不可能，那不可能，你只能按照他的意思重新再有一个快速的过程把它恢复，而不是听清楚再去说。 Yes 奶奶，老师再给你讲，这是一种过程啊，就外语学习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听力呢，它不可能是把每个词听清楚，不可能把每个词听清楚啊。如果你过于纠结某个别单词的话，下面能不能听懂了？根本听不懂。所以你必须坐这听的时候要整体的把它听清楚，说意思是说的啥，小三儿什么早晨什么上哪儿去吃早饭在哪儿什么的，大致都听明白了，然后大致词用的是哪个，用的是什么结构什么时间，然后自己再重新把这个语言组织起来，是这样一个过程，听懂了？但是 обязательно， 一定肯定当然了都可以用什么呀？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обязательно。Так, читайте за мной. Какой твой любимый вид спорта? А какие виды спорта вы уже знаете, а, ребята? Какие виды спорта вы уже знаете? Mm? 对呀，你知道哪些体育运动啊？项目啊？这个 вид 翻译成啥呀？种类、项目，你们知道哪些体育运动项目啊？football， 注意买球不能用这个啊，不能说我在商店里买巴古巴哟 football， 这个老师讲过了吧？那是指球类运动，球类运动不是指具体的球，球叫 match， 球叫 match， 什么东西啊？啊？
但是你没有办法，你这个你要区分啊，你不能说 я могу бай футбол 是绝对不允许的，绝对不允许的。老师再说一遍 ，футбол 指的是足球运动，足球怎么说叫 футбольный мяч，футбольный мяч， 这的确要区分的啊，要区分的。я люблю бегать， 这个用不用讲了 ？любить 加上什么呀？动词原形，动词原形。каждый день утром бегаю。现在你们跟老师说 бегать， 它是定向还是不定向的？就你现在没学过定向不定向，你想它是定向不定向的？就是呀，老师说定向指一次具体过程嘛，是吧？但是不定向的是多次重复，是吧？多次重复的，然后反复的往返的动作叫不定向。你说早上跑步，它能是有方向具体跑吗？你说每天我都跑到窗底下去，他不请我吃早饭，我不走，是吧？嗯，这种情况比较少，是吧？小孩跑来跑去，你们说用定向不定向？那不定向的是吧？别个去，表示运动项目，然后呢，喜欢做什么事儿，每天都做什么，用不定向，别个用。第一遍没法啊。А другие виды спорта любишь? Еще люблю футбол и волейбол. Еще 这就说明刘碧奇。某种体育运动项目，一种呢可以加动词，另外一种可以直接加上名词，比如说 я люблю футбол， я люблю теннис， 是吧？都可以啊。volleyball， 你们不说这个是可以是球吗？那你没查查，我就喜欢篮球和排球啊。抱着球的人一定会玩吗？是吧？也不会呀。啊得。啊呀 каждый день плаваю。В наше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м бассейне。现在大家看一下这 бассейн， 很多同学后面那个一呀、啊，都写成长一。注意俄语的长一和短一是两个字母啊，长一和短一是两个字母，不能不可以乱写的，不可以乱写的。бассейн， бассейн， бассейн 什么意思？老师当时讲的。注意啊， бассейн 就是蓄水池啊，不一定非得指游泳池。Так, дальше. Очень люблю этот вид спорта. Пет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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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Вид спорта, 大家看 спорт 是第几个啊？跟那个 прогноз погоды 是一样的，是不是？那么 спорт 以后变不变了？不变了。那你前面的 вид 怎么变格的 спорт 都是第几个？第二个。Молодцы, 很好啊，就听懂老师讲的了。现在这里面第五个里面呢，他用了什么呀？把 любить 这个词用尽了是吧？ любить 他要什么呀？要加上第四格，名词四格，加上动词不定式，是吧？这两种用法，喜欢什么，好什么。так， Петя， ты вчера был на футболе？ Да был。Значит， я тебя видел。А кто был с тобой？ Я был один。Как же? Рядом с тобой была девушка. Да что ты? Какая еще девушка? Ты меня разыгрываешь? Серьезно? Она была в сером, светлом плаще. Длинные черные волосы. Яо Чун, а, 都已经没有了. Волосы. Волосы. Нет, я ее не знаю. Мы просто сидели рядом. Мы просто сидели рядом. Так, Петя, ты вчера был на футболе. 大家注意一下前置词на的用法。Футбол 这里是什么意思？大家说，比赛，足球比赛叫 футбол。那排球比赛呢 ？Volleyball。篮球比赛叫 basketball。任何一个比赛，注意前置词都用啥呀？那。为啥？这些比赛都是场，老师说跟场什么体育场了什么什么广场有关的都用什么呀？那平面上啊，听懂了？昨天你去了吗？去了，没去怎么说？не не был не был значит я тебя видел， 那就是说我看见的是你呗，我看见你了。я тебя видел， я тебя видел， 我看的是你呗。кто был с тобой？ 斯老师说是什么意思？和的意思啊，和的意思，汉俄语英语应该对应 with， 加第几格来着？老师刚才说了第五格啊，所以说现在你是你对的第五格是 the boy，
с тобой? Кто был с тобой? 谁跟你在一块儿来着？要不要安静？要女孩说呢？阿金学过吗？这次注意一啊，他是这样的，阿金、阿德娜、阿德诺、阿德尼，重音都在后啊，包括这个词所有的变革重音都在后，这个记住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个中性的，比如说一件大衣叫阿德诺巴里多、阿德诺基诺，一个电影院，阿德尼可以是一些。比如说一副眼镜，一条裤子，它是单数复数的，一双鞋，一双袜子，都可以用 adni adni 啊。阿金的用法有很多，大家先记着啊，有很多先记着。说我一个人，女孩应该说 yabla adna yabla adna gakshe zhe 老师说什么呀？语气词是吧？可不可以去掉？可以 gak 怎么会是吧？怎么会这样？リアダムスタボイ，注意リアダム这个词啊，我们原来学是什么意思的？我讲的是什么意思来着？很近，对，高了几个毛的这词啊。老师当时讲的就是不一定非得翻译成并排，比如说一大爱我们很近就是什么呀？リアダムスタミ、ミディシンスキーユニバーシティ，是不是这样的？对，但是リアダムスタボイ跟你并排的是一个女生啊，是吧？ブラジオシカ，清楚吗？清楚吗？不清楚咱们就讲一讲，清楚咱们往下讲啊。但是多对，但是语气词没有意思，是多对，你说啥呢你？但是多对，你怎么这么说？你说啥玩意儿啊？就中国话啊。但这个对话没有什么大意思，大家了解一下请。但是多对，注意这个但是语气词，上一句真是语气词，语气词有没有实意啊？没有，它就只有一种什么呀？口气。刚刚也说就是干，哪还有什么？哪有什么姑娘啊，是吧？但这时候对姑娘提问，所以用是嘎嘎呀，哪个呀，什么样的，就是还有什么姑娘啊，还有什么姑娘啊，是吧？ディミニャラゼグレヴェチ，ラゼグレヴェチ，大家看一下第四个字母是什么呀？是 A 是吧？ラゼグレヴェチ，ラゼグレヴェチ，这个 A 呀，是 RAS 加上一个 RAS 来的啊。咱们那天学了 swatch 吧，它的动词用的是 sigrach swatch， 这个 a 跟谁是一样的？一是一样的，当它跟前面一个前缀辅音在一起的时候，明白吗？ igrach 比如说前面加个 s， 这个一就音变成什么了？ a 了，这个是不是也一样啊？ raz ig rivach，明白吧？本身也是一个拉四根，是不是？但是因为它俩连在一起了，把这个音变成啥了？对，听懂了吗？写的时候老师教你们，懂了这个词怎么来的比较容易记啊。Razigrivach， Razigrivach， 完成题未完成题？未完成题，我们昨天刚学的是吧 ？Avach Evach 结尾的是吧？未完成题 ，Razigrivach， 及物的不及物的？哪看出来的？米尼亚第四个啊，什么意思？中国话你玩我呢？你逗我玩呢？你笑我也可以，就是你讽刺我呢，打击我呢，或者你干啥呢你？愚弄我都可以啊，你都可以这样翻译。对，米尼亚拉西克雷维什。但大家会说，这两人的说话明显带有什么呀？彼此之间的这种不好的口气了，你们觉得呢？是不是这样的？说话已经很难听了。对，米尼亚拉西克雷维什。玩我呢是吧？其实词根就是玩的意思啊，你看，这是你逗玩呢。seriously 呢 ？seriously 有意思 ，seriously 是严肃认真的。中话翻译成啥你知道吗？就是我说真的呢。说明天黄老师又不来上课了。真的呀，你知道怎么翻吗？你看把郭思佳乐的，立刻也笑嘻嘻说真的呀。你应该怎么问呢 ？seriously 呢？serious 呢？说明年又涨工资了，我会问 serious 呢？各位律师，你说的是真的吗？又要涨工资吗？难道？完，他说的你也 serious 呢？亚吉比亚拉斯蒂格里吧有，逗你玩儿，是吧？逗你玩儿，大哥，明白吗 ？serious 呢？
它是 seriously 这个词，现在你们已经知道了，它把那个 o 去掉，加上形容词词尾 a e 就是形容词，是吧？ seriously 是严肃的、认真的、严谨的，严肃的、认真的、严谨的。seriously 本身也是，就是说什么叫认真的说呀？就是说真话呗，是吧？说真话，对 seriously 个问题是，然后说我决定娶你了，你得问一下 seriously 个问题是，你是在说真的吗？你是在说真的吗？然后他下面就可以继续的说别的，动玩呢，动玩呢。啊，那不拉斯维特朗帕谢夫乔姆什么意思？穿着，前面动词一定要记准了啊，就是不要单记夫乔姆是穿着的意思，一定要记住它跟哪个动词搭配才是穿着的意思，明白吗？不夫乔姆，不夫乔姆，因为俄语穿戴这个词组有很多种说法，这只是其中一种，就不夫乔姆。那现在今天黄老师穿了一件什么什么样的衣服？动词用不用出现呢？西沃尼玛利亚布拉金姆呢？菲亚利特维郭夫姐，郭夫姐是小衫是吧？穿了一件紫色的这种女士的上衣是不是？那你可以直接说啊，那西沃尼夫琼，是不是？啊，那西沃尼夫琼，其他那不拉夫琼，扎特拉那不杰夫琼。先把这词组记叫贝奇夫琼。昨天我们学那个穿糖醋汁的鱼怎么说来着？叫 жареная рыба в кисло соус 写的。现在老师有一个问题，前面这一个词还是俩词啊？啊？英语难道没有这样的词吗？它没有合成词吗？两个词干的是吧？但它是几个词儿啊？一个词儿，俄语就更需要了。为什么？俄语的一个词你要看啥呀？要看词尾呀，是吧？它跟挪威一不一样啊？跟挪威是一样的，跟新的，在语法属性上有没有变化？没有，只不过这个词在构成的时候要复杂一点，是吧？然后另外一个意义变的时候，前面用不用变呢？它是一个词的内部。我们说一个俄语的词变的变啥呀？变词尾，前面用变吗？没有必要变，是吧？所以说，比如说，Русская китайская словарь，Русская китайская словарь，汉俄词典是吧？那你那个你变的时候，汉俄的，你只能在后面的意义上变，前面这都能变了吗？不能动了啊！听明白了吗？这是一个单词，你别看它写的多搞怪，再加十个前面这个形容词中性，它依然是单一个单词，要变它的末尾，不宜在中间乱变啊！听懂了吗？我 kisla slatkam sosi， 这个中性跟后面的什么第几格有没有关系啊？啥关系都没有，只不过在构词上复合的这种形容词就这么变，听懂了？就这么变。Так, длинные черные волосы. А светлым платье, светлый 啥意思？светлый咱们是学明亮的，注意啊，这里指浅色的，浅色的 светлый。那么黑暗呢？这就是啥色的？темный，黑色的，深色的跟黑色的还不一样啊。深色叫темный，黑暗的，темный。длинные черные волосы， 长长的黑发啊，长长的黑发。聂爹聂子奈，我不认识他。说我跟黄老师很熟呀，有啥事儿我可以帮你办。我跟黄老师很熟，咋说呀？Я хорошо знаю Марию Владимировну， 是吧？我很熟，跟谁很熟？说我不认识你班那个一万什么什么什么夫呢？是吧？是吧 ？Я не знаю Ивана Петровича。伊兹瓦谁 group？ 我不认识你班的伊万，什么什么彼得洛维奇，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这我不认识谁，认识谁？这个回去练练这句式啊。说你认识现在俄罗斯总统吗？你说我认识，但他不认识我。有个绕口令啊，上次来的外教，你们可能不太会说这，就是关于 Znat 的一个绕口令，叫 Тот, кто ничего не знает, и знает, что ничего не знает。Лучше, чем тот, кто ничего не знает и не знает, что он ничего не знает. 主要词就是啥呀？就是 знать。他说一无所知的人，并且知道自己一无所知的人，要比那些自己一无所知却不知道自己一无所知的人
强，有意思。当时二年级的重复，二年级的脑子都大了。它这里面就其实两个知识点，一个是 not 的用法，一个是从属句，一无所知的人嘛，是吧？就这么两个点，然后就是复杂。当时二年级学生说完之后就说，老师你再说一遍，那个谁都是谁什么来着，很有意思啊。等你们再学点这个那什么的时候，提醒老师我们把这个练一练。他考察你的这个对于这几个词的驾驭能力啊，几个词的驾驭能力。We plus the city Adam， plus 在这里什么意思啊？不过是，只不过，我们只不过是坐在一块儿的啊，没啥关系。